能告诉我两个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吗？你一个是庆庆哥哥。庆庆哥哥。对，还有一个是安吉。安吉哥哥，庆庆哥哥，安吉哥哥，庆庆哥哥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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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有健忘症吗？爸爸啊，你可以告诉我那个哥哥是啥吗？那叫安吉哥哥。哦，不要弄脏我的衣裳！哎呀，我带你去！哎呀，啊啊！哎呀，来来来，你来救我！我不行了！怎么回事了？关门的。他尿裤子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尿裤子。那是拍节目的娜娜的爸爸。啊？娜娜的爸爸？我跟他长得好像，但是我不是娜娜的爸爸，我叫蓝嬷嬷。我觉得你也好好笑。我很惨呐，你还在笑我。Papi。我觉得娜娜的爸爸包叔叔他可能变得有点怪怪的，所以你要救我们两个。哎呀，真的太多人把宝宝跟兰兰都认错了。我很想要他们两个都离开监狱。他们两个，你刚才跟我说一个，你现在要两个。好吧，那我就弄死他。那他呢？一起。你会放我出来吗？很像他的吧，他的小孩会来耶。我没有小孩呀、啊。别火上火行吗，大猪哥哥？康康哥哥，大猪哥哥。诺伊弟弟，诺伊弟弟。你俩穿的一样，你俩穿的，你看颜色都一样，太棒了。这个。你管他叫。我是诺伊，你是谁？好嘞。你是谁？你是哪的？他是法国的还是？我是泰国的。泰国的？你见过泰国吗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是老奶奶吗？哎呦贝，哎呦贝，爸，把你给搁到这里头行吗？你就喊不出来了，就被截住了吧？妈妈，妈妈。